詩篇嘅136篇咧，係一個好出名嘅我哋叫做體認嘅一段嘅詩篇。一陣咧一讀嘅時候咧，你發覺每一節咧喺後面嗰句咧都會話，因為佢嘅慈愛永遠長存。咁一陣我就會咧先讀咧每一節嘅開頭。咁咧弟兄姊妹咧，你就去到用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去不斷嘅呼應。你們要稱謝耶和華，因他本是良善的，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你們要稱謝萬神之神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你們要稱謝萬主之主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要稱謝那獨行大奇事的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要稱謝那用智慧造成諸天的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要稱謝那鋪張大地在水上的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要稱謝那造成大光的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他造太陽管白晝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他造月亮和星星管黑夜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要稱謝那擊殺埃及所有投生的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他領以色列人從他們中間出來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他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領他們出來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要稱謝那分開紅海的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他領以色列人從海中經過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他把法老和他的軍兵都抖落在紅海裡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要稱謝那引導自己的子民走過曠野的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要稱謝那擊殺大君王的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殺戮了強盜的君王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他殺了亞摩利人、亞摩利王西宏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他殺了巴山王惡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他把自己、他把他們的地賜給了自己的子民作產業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他把他們的地賜給他的仆人以色列作產業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他在我們卑微的時候顧念我們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他救我們脫離了敵人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他把糧食賜給全人類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你們要稱謝天上的神，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我們要稱謝天上的神，因為祂的作為是偉大的，祂的作為我們不能夠測度。剛才粵韻方言韻的弟兄姊妹唱出，我們見到同受造的物的時候，我們不禁去驚歎這一位創造天地萬物的神的偉大。願我們敞開我們的心去到歌唱這位創天造地顧念我們的上帝。主啊，我心望回奉巨木观看，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，看见星宿，又听到隆隆雷声。
都进入新天新地当中，我哋每一日都期待住呢日嘅来临。与我哋一同嘅准备佢嘅来临，当主再来，当主再来。是那位创造的上帝，你更加。